看会用水电的人遮厉害，咱目镜都用修理。这哪大叔哈，一下就买单了。野营的时候哈，灯具要准备足了，就是因为灯具不够的时候哈，我们不是我们是我，一脚踩下去，我的眼镜就变形了。然后马上修。我靠！哎呀，哎，那个 Michael， 我的眼镜修好了，他好厉害哦，他可以把它调整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是做班机的吗？咱就问个，你是在做什么的？我做水电的。做水电的哦。啊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扣进去？它真的只是扣进去而已。对啊。还好我踩的，我想、这里也有歪哦。这里也歪掉了、欸。那个也歪掉了。所以它扣不进去。对。然后这个如果硬扳，它一定断掉。哦，嗯，好了，你看，太强了。嗯，老板娘，请工资。那个墨镜花多钱？我墨镜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你看，还有一点啊，有没有？可以啊，还可以再强啊。可以，不用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刚刚是这个啊，这个，这个出来之后。那个回形眼镜戴不进去，卡到这里。但现在应该不会了。不会，现在不会，就是那一个凸出来的点呐、啊。这样就可以飞飞机了。因为刚刚卡住了之后就飞不了。付人家工钱啊你？对，工钱那个老板娘去付。要我去付？你再去帮我买一只眼镜备用。我们那个。开始在收了，准备要撤退了。嗯，这里比较深山，里面要早一点撤退。嗯，然后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，这是一个电动滑门哦。滑门装这个的时候，其实还蛮方便的，因为有没有？桌子拿滑动也是要拿这个啊，因为它才能这样。问题是，对啊，你在下面没办法。对啊，所以你开门就要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个不用，你看这个滑动，马上哎、欸，就可以滑动了。真的，自动滑门。啊，桌脚是做伸缩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桌脚是可以伸缩。哎、欸，这种桌脚比较少哈、哦。现在新的。哦，现在新的啊、哦。因为一般都固定。嗯。哦，那又可以。今天带的小椅子、哦、配合大小椅子都可以用、哦、你看这是小吸盘的、欸、可以大吸盘，对啊，就是看这个啊，哪一种比较好用？大部分的客人都喜欢小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小吸盘哦。不过用小吸盘的我建议你，真的哦，这是一个建议，因为吸盘越大、哦、它的吸力越大啊，吸那个什么越吸啊，对啦，讲错了，应该说这是强磁的，刚刚都讲错，这是强磁，强磁的越小它的吸力就越小、哦、如果说你把你的重量放在这边的话，你看它就会下去，稍微下去了，它就会下去了 哦、嗯、哦，因为单只手没力，所以建议各位重物放在这，放在这里，因为下面有一个支撑脚，那如果你为了一劳永逸齁，可以选择是大吸铁啊，或者是说四少，你要说你要增加一个两颗，这边再增加两颗，哦，就四颗了齁，四颗，我觉得四颗就够了啦，对，因为这边再两颗，因为这个跟我们在车上用不一样，它不用滑来滑去，嗯，就固定在这边啦、啊、欸，这你这样很方便、欸、你我看昨天你在办公的时候是直接拉电，哎呀、啊
哦，这整个电力都是他自己配的，你看他配这样子。其实他是素人改装，他配的哈，说真的已经不输那种专业的改装厂了。哦，只是说他木板没有去做修饰而已。没空。没空哦。喷漆。你看。我本来要烤漆。哦，对哦。我本来要烤白色的。这没空啊。你这烤成白色就很好看了呢。对啊。下次出来烤啊。没空啊。没空烤哦。周周出出门。他现在因为每个礼拜都出来玩，实在没有时间再去搞啊，因为自己要。自己睡而已，没什么。哦，你这个如果整个全部都烤成那种类似镜面烤漆或者什么钢琴烤漆，或者粉底烤漆都很漂亮。就粉底啊，油漆喷白色的就可以了。我们最近有一台白色的海力士，我知道，它是用烤漆的。嘿，哦，你的想法就跟它一模一样。开始在修啊吼。是哦，没关系，随便放着就好了。我们这边还有花哎，吼，花艺师出门，这个是这边摘的吗？没有，昨天花艺师在那个花市省的。哦，我以为是我们这里有种这种花嘞，这么好。我们下次可以上花艺课吗？上次过上一次了嘞，那一次你没到啊？真的啊？那一次你没到啊？哦，那个熊熊，我发现你有两台冰箱呢，哦，啊，你有两台冰箱呢，啊，一个冷冻，一个冷藏啊。哦，冷冻一个冷藏哦。对啊。为什么要？东西放的比较多啊，比较大啊，冷冻东西比较少，就用二十。哦，对啦，因为你同样一台要冷冻又冷藏，不好用，啊，一定不是冻坏就是。对对对。就是不够。尤其菜又很容易冻伤。那你冷冻的是调多少？大概负十吧。副食哦，好，副食差不多了。我们问一下那个谁，那个熊熊啊，你为什么不用那个马桶用人家那种，那个叫什么，可以装在里面抽取式的？这比较方便啊，因为它是固定式啊，啊你可以拿出来，浴室的便便比较大间啊。啊，如果装下去，它就空间变小了。它是固定在那边啊，空间比较小啊。虽然它还可以坐啊，可是没有那个习惯坐在马桶洗啊，都是站着洗比较多。而且如果今天你进营区的时候，你马桶根本可以不用带。对啊。对不对？或者是你到那个今天要到那个什么那个，像招募码头啦，或者一些那个叫什么？没有厕所。有水色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不用带马桶去了。对。啊，你的浴室空间就变大了。哎，我就不用带了。哦，就不用背着那一个马桶到处走。哎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去营区也是一样啊，老板娘就把马桶卸下来了。不带了。哦。占空间，不用带了。啊，他们是固定行程就可以这样子啊。固定行程，如果去营区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带了。嗯，这个就是行动马桶的好处啊，因为有些人会把这个马桶啊做成死的。对啊。就然后有一个抽取式的。这边会有一个抽取式，这样子可以抽啦。哦，我觉得各有优缺啦，看个人啦。个人的需求啊。嗯，可以自己选择。嗯。他今天没有带他的那个什么，那个静音发电箱出来。那下次出来的时候，下礼拜出再带。好，我们再测一下它那个温度。你有那个音背跟那个，你都没有。我不专业的，我干嘛买那个？你没有那个测温度的跟测音背的吗？我里面有温度计啊。哦，啊，你有测音背的吗？没有。哦，我带，我好像有。我们的那个温度跟音背计在吗？在哦。好，我们下次来测。哪个？手机要？手机有准吗？我觉得手机不准哎。准啊。是哦，我们下次用手机哦，顺便测看看。可以 啊我有带音背计，手机也有。我看一下，我们来带那个。手机有啊。有啦，我知道。手机有。我们下次来用看看，好。我问你，你讲我怎讲的啊？不要紧，你讲啊，行蒙脸啊，因为讲我念教你。我叫未满18岁。这样。你一直讲蒙脸。没有，我是说。我是说，你平常讲话就不能太正经，太正经，人家就当真啊。哦。我们那个花艺师失恋很久了，大概3年。哎呦，不是失恋这件事情哦，我觉得就是这样子，你就是。我是好欠的啦，就赶快去教。这个是我们目前车伯哈单身男哈最年轻的花艺师，从现在开始来，我们来争一个那个愿意跟他。我有跟他讲啊，我当初退伍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就是插花的。争一个哈，对不对哈？
对啊，那天不是跟小青聊得很开心？哦，真的哦。哦。哦小青那是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？对啊。要问好，要问好啊。哎、欸，你有介意无？我甲你介绍啦，这媒人钱吼，我来谈。啊，到时你若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再办一个那个车博。小青好像可以啊。可以哦。哎、欸，小青他是喜欢男的还是喜欢女的？好、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他不是研究，你们两个去上车研究车子。有上车啊？要修。车子旁边研究车子啊？你们两个已经上车研究车子了？没有上研究车子。对啊。哦，好了，看你要上你的车，上他的车都可以了。哎呀。哦，研究一下。车比较不方便，你车比较方便。哎啦哎啦，可以了。我说你车那么小，不应该塞那么多东西，然后在。你来我车上就对了。嗯、对对对。好爷啊，你这种会失恋，我觉得怪怪的。啊。哎呦，没有啦，我还好了，我本来就已经很是那个了。诶、欸，那个碗是哪一个碗？铁碗呢、欸？铁碗我的。老板娘。有。刚刚我的摄影机都没电。对啊。所以我们在拍回程的时候，收东西收到一半，我就没电了，然后车子也没电了，什么都没电。对，因为真的又没电了，然后大叔不小心把正负极接反了，差一点把我的电池烧掉了。哎呀，可能没有睡饱吧。然后呢？然后都不想跟你讲。对啊，然后就要去休动休息。欸、我们最近这台 T-Wall 还蛮常修的呢，还好吧，这样修算还好吧，真的吗？不过有人说、哦、开 T-Wall、哦、不是在修理，就是前往修理的路上。那我们还好啊，我们都是提早有发现问题。对啊，我很少会在办路修。其实都是一些小问题，一些小毛病啊。不过太久了，本来就要太换。不过以20年的老车来讲，你说算还。你说没有毛病，闹哭哩，就跟会生病的，就跟你一个老人家一样，像比如说大叔现在已经快50岁了，我也是在吃那个什么早呆吗？什么叫早呆？吃那个慢性处方签的药啊？啊，就是因为早呆，所以今天才给我接种线的。哎呀，像我现在在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啊，对啊，没，那车子也是一样嘛。像现在有没有毛病？有。我想要把电瓶换掉，因为我们去车博的时候，我们习惯把两边的侧门全部打开。那我们两边的侧门打开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小灯会一直亮着，那是没办法关闭的。除非把线拔掉。对，除非把那个线拔掉。但是你把线拔掉，其实也可以哈。对啊。你会拔吗？我交对朋友。不用嘞，我把那个电灯泡拉掉就好了。我交对朋友，我不会问。对哈、哦，我们把那些电灯泡拿掉，好，我们这次试看看好了，真的不行再来换电瓶好了。因为一些那个什么那个，出去的时候门通常是不会关的、啊，啊，当不会关的时候就会有造成耗电的问题，那耗电的时候就会造成你没办法启动的问题。还好我们的行动电源都有什么？旧车的功能，不过还是要解决的，不解决不行。那我们现在要回去哪里？回家了。没有，我要先去吃饭。吃饭了？听说你晚上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河滨公园。河滨公园？再去过一夜吗？对啊，我们没差。哦，那你可以找谁？找那个千惠啊。千惠啊。哎呀。千惠在高雄啦，他礼拜才会回来。哎呦，他们出去玩了、哦。对啊，回家。最近比较想出去玩了哦。对啊，车买了还不出去玩。也是啦。豪哥要认真带千惠出去玩啊。嗯。车买了就要出去玩。对啊。不要浪费。不要没出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不要不要回家做，不要回家做。我们下次野营的时候做萝卜糕。哎、欸，真的啊！你看野营那么多时间，拿要来干嘛？我问你，就是弄一些吃的啊，
然后做一些实验啊，对不对？像做实验，那个还做实验，那个我会啊，干嘛做实验？那你野营，你煮给我看，用市上的那一个锅可以做吗？哪一个锅？它那个瓦斯的。哎呀，不用啊，烧柴火就可以了。你用烧柴火的，那请问一下，你是买个准备几个鼎？啊？要准备几个鼎？你用它那一个哦，哦，蒸锅哦，蒸笼啊，哦，水啊，上面用蒸的，哎呦，可以哦，十分钟就可以了，要拉而已，要一直拉，一直拉。哦，真的哦，好好，可以。我以前萝卜糕怎么做，就这样自己做的。真的吗？我以前我们在家自己做萝卜糕就这样啊。糯米呢？买那个再来米粉回来拌啊。啊，米我们是用打锅自己来打。不要，就去买再来米粉回来做就好了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你？那萝卜什么时候下？什么时候做？萝卜没有萝卜糕，萝卜糕什么时候做？下次去小张那边整时做，那边比较有时间吧。好，你可以吹蛋糕啊，可以做蛋糕。也可以啊，好啊。你看，就用野营的时间来做很多。好啊。我去你朋友家，你还叫我做蛋糕，你忘记了？对啊。我说除了这个做萝卜糕，我们还干嘛？像我们这一次干嘛？野营。野营还泡澡，因为对，你加油。我干嘛就舒服哎、欸，来公斤嘞，真的，这个泡了之后，你会发现说，下次还要想要再泡。我下次还要泡，太好笑了！泡完厕所怎么好？好舒服啊！下次我要带精油来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下次啊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因为那边的水很多。不过下水水，不过下次我们不要，因为我们这次带的是瓦斯，下次我们用那个热水器的。对啊，热水器烧。所以我们把热水器烧到那一桶水，我们一桶水很大桶的，而且又是山泉水，很冰，要很久，所以循环最少半个小时。下次我们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，我们要用柴火炉，因为我们都会生火。对，柴火炉来烧。这野营泡澡真是棒，这里山很美啊。对啊，那萝卜现在买吗？还是下次再买就好？买吗？萝卜啊，干嘛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放回老窖？是哦，我觉得我都不知道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去吃一下猪油拌饭，不知道有没有开。今天假日一定要